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的这个对局呢，是李少庚对阵王俊飞。嗯。啊，李少庚呢，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。上一次呢，我们也讲过他的这个对局。来自河南的这个棋手加入了四川队。那王俊飞呢？他是天津人。早期呢是在河北队训练，后来呢加入了这个云南队。嗯。啊，两位年轻的大师呢，在高分区的遭遇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实战的经过。那这盘棋是以先指路队足底炮开局的，黄忠炮七张补七象。七象呢，就是想避开啊熟悉的这个。其实我们可能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讲三象的还是比较多哈。三象还是主流嘛。对，七象的是相对少一点，所以今天也是又看一盘。他先拱了边兵哈，这一招。稍微有点区别，那么就给了黑方车一平二。一般都是先走再、啊、再。但是本局的实战呢，又走回来了。又走回来了哈。他车一车一。啊，车一。就是说他可以车一平二。对对对，他给了黑方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就是说你如果先车一平二，他车一平二，他就容易封住他。对对对。那他走车一，那也无所谓。车一一，他车九平八。他车一平六，这是老谱啊。对。这新谱就是车一平四。平这个类。对。红方要王九平八，黑方的车四进五，也是一个双方。然后以后登进去啊，很激烈的一个变化。然后再平车牵什么这样一些棋。那车一平六是老谱，那红方走马九平八。嗯。那么走到这儿呢，黑方以往呢就是走车六进三进多。对。然后红方再马二进三。嗯。再看一下，黑方马八进六。上边马，红方再马八进九。对。黑方再炮三进三啊。这种走法是比较多的。嗯。之后呢，黑方有车八进一啊，有车一进一，还有车一平二啊，这个等等变化。那黑方的王俊飞呢？他走了一个，他为了这个尽可能的避开这个熟套，对，他走了一个车六进五。嗯。啊，这招棋最早呢是由胡华胡老师走出来的，在九五年的这个在青岛的。一次这个邀请赛上，对，在九五年那个民百杯，这个在兰州这个民百杯的这比赛当中，嗯，他马二进三，然后黑方再马进六，他就这个车走过来以后呢，想呢效率更高一点哈，他以后就是这种车六进七压住比较实惠下的。而下面这个呢，可能就是还是消除河口的这个障碍为主，就是，因为说这个呢更富有进攻性啊，这个更稳健。对，是这样的，这要看棋手自己的个人的风格，还有他比较喜欢哪一类下法。对，炮三进三打，这个双方就是完全是散手战了。对，这个没有布局了哈、啊，布局中没了谱，已经走完了，拆炮。他准备联想，嗯，当然除此以外，红方有很多种选择，对，比如出车啊、挺兵啊，我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。比如说出车啊、平炮都可以。对对，他先进一，他下三，进这会儿，黑方车六车六退一，车六退一比较实在，就是要扫着边兵。你如果冲，我也可以背后拉住你。他跑完将，就要隔断。红方呢，这种走法还是很灵活的，隔断掩护住自己的这个左侧的兵。黑方呢，等于是。改弦易辙了。对，本来刚才在这想压马的。他吃兵的，他感觉什么呢？这个吃了兵以后，他又知势，这个车又对对亮肋，红方而且意义不大，而且他双炮宝马，你对这个马的压力没有很大。红方这个左翼呢，子弟呢，囤积起来了，将来有啊爆发的可能。嗯，再说你即便吃到以后，这个炮也有问题。他爆发进来以后呢，红方下边有一个手段，就是他准备捉炮。有一个捉。你要打兵三有兵五，兵五进一冲，这个地方要得子。你炮三车二呢？你这个位置就对啊差了。炮三车二对不是个好地方，以后他兵三进一这个地方又能不是他主要蹬了以后这个边兵要突进、嗯、啊，你推他蹬了你边兵突进，对，先冲也是。所以黑方呢，他怕这个车八进三让他走先手，他先把这个先过来了，就是你再说他把这个兵打了，嗯，你再说他是他是个先手，对。所以红方不是，他没有捉了。那么从这布局的阶段呢，就黑方刻意求变，嗯，然后呢，中局呢，黑方也下的比较积极，尽可能呢，这个跟对方呢，这个纠缠，应该说黑方求战的欲望比较强烈、嗯。而且红方这个炮拆了之后，对黑方攻卒没有牵制了，以后这个马也是一个活。这王俊飞啊，他这个下棋啊，这个风格啊，他非常奇特。
其实我觉得王岳飞也是一个特别稳健的棋手啊。哎，你说的有一半。是，我是感觉上是这样的，因为比赛当中啊，很多比赛王岳飞啊，就是下和棋下的很多，大家都觉得他很稳。打团体赛啊，嗯，他是非常的稳健。嗯，他打个人赛就类似这样的比赛呢，他又比较放得开。哦，所以打集体的容易看的还是很重。走得很稳，你也错了。嗯、你要认为他很凶的，你也错了。哦，是这样一个风格哈。应该说他团体赛心理压力大一点，嗯、他走得比较稳。嗯，当然王岳飞呢，这个棋呢，功底也是很不错的。嗯，对，特别是这反应也很快。他爆发进五，红方车平四，好，黑方马车进四。那么最后一盘棋的这个王岳飞是跟这个。一位好手我记不清了，下河了。嗯，他如果要是赢了的话呢，可能要跟才艺他们算拼一下小分，那不知道谁高了。对，啊、后来他和棋之后，等于是王岳飞，他跟李爱东好像是李爱东都有冠军的。李爱东还有这个、他最后一盘李爱东，他们三盘三个人是同分最后。啊，对，李爱东和这个党国雷最后下的。嗯，啊，这具体情况因为我们也没有去赛场，对，反正最后一盘棋如果王岳飞要是赢了的话呢。好像也很有机会取得冠军，嗯，但是最后一盘他好像和了，就是平二，就是平二。那么红方这个这棋的时候，红方呢为什么一捉又捉呢？对呀、啊，就本来呢红方呢他也可以稳健点把这炮呢让开，对，这样不给你打下的机会，嗯，这个呢看上去是比较稳妥的，嗯，但其实平二呢也不能说他不好。就是他弃象了，他这个地方弃了自己的底象。那么在黑方这个球变下呢，红方是觉得这个丢象问题不大，他想跟你啊战斗了。这李少庚呢也是放开了要跟你对方拼了。要拼了。但黑方本来也可以去有平八、啊。对。但是王岳飞看到这个地方呢，有机可乘。所以就体现了他个性的另外一面。他就放开了，一炮换双象了。对。这是你回象的等于、嗯，所以他只能吃，黑等于是黑方弃子换双象。应该说呢，黑方放的也比较开哈、啊，那这种比赛呢，其实也是贵在交流，对，双方运动员能够比较放得开的去拼，所以这样相对来说比赛也会更加的精彩哈、啊嗯。那红方呢，针对这个局面呢，嗯，这一打将红方怎么应？嗯，这炮一将。绝对不能出帅，出帅劈一将，一将打马再杀，这个那你就什么都失去了，前功尽弃了。前面那这个士到底怎么走？这个挺有这个讲究的。实战当中呢，我觉得红方这个士啊，知道有问题。嗯，他如果回呢，感觉黑方这个马三进五这么一跳，好像也不好这个控制哈。嗯，但这个既然回不好控制。那么我们就看下两头支啊、嗯，实战的红方走了四五金六，嗯，结果走了个后手，嗯、很被动。他可以考虑走四五金四、嗯，我觉得他最大的好处呢，以后有个马三推四，对，跟马刘是一样。那这个棋呢也是很有趣的。就说如果你要这个地方要是交换掉的话，我打过来丢子，就是你变成双车双马，这个马比较弱。对，红方应该可以，对对。但黑方这里很有这么一招棋。哦，边上一蹬，就是说，那我只能就是这。进去进啊，倒不一定进。他的这个顺手把你杀了，这个位置有点别扭。嗯、红方呢，这个那我也蹬呢。哎，红方蹬是可以的。另外还有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提高点棋感嘛。嗯，对，就可以去就先打一下。那他继续跑吗？嗯，或者他跑哪去啊？嗯，那他这个炮这边再打一下，你走。炮这边好像还有一打吧。又一打。哦，拿那个打啊！对，这边还有一打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个棋呢，感觉呢，红方呢。然后我顺势这个马可能就溜回来了。哎、对，这还这边这还有一蹬。马三去四，就是红方可以考虑用这个炮去打。有一比较灵活的下。因为这个沿河十八打嘛，将军拉下马、嗯。另外呢，红方它还有一种，就是你刚才所说的。我先走。这是一先手，嗯、你蹬掉我呢，我扒了炮进。对对对，我走这个把它挤。因为你炮一动呢，我就打将把这个打回来了，或者我还有一个兵九星。哎，你若平时捉我蹬掉你。嗯，你吃我兵有七，对对对，也是红方多子。应该说红方多子啊，占优了，好像还是主动一些。对，占优，但是这个优势呢，它也没有那么大，不一定够赢。好，离输赢还远，就是说，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多子好控制。对，就是它实战下的是五进六。对，这个、但这里面还有变化、嗯，我们那个他如果走马四退二。直接走这个，我们蹬，嗯，他平的话，平的话我可以考虑顺车一下。反正总之呢，黑方呢，
就是红方有各种各样的利用机会。对啊，就是因为黑方这子儿也没完全走利索嘛，是吧？对啊，比如说我借着打车都可以腾挪，是这样。他比如说车四进，我们也是马上捏死，就是他有这么一脚嘛。对，就可以化解这个子看着危险，但实际上并不危险，因为他有这个边兵这边以后可以出啊，有这个后背的力量可以支援。嗯，应该说走这个比较好掌握。刚才实战走的是不是进六？是进六，是个换炮。他呢也给对方设立。就是如果你吃的话，这边有一打双。啊，这样就坏了。嗯、那黑方应该说就要收棋了、嗯、啊。这个区域一打就受不 了、嗯。那你要打我就吃了。对，那肯定也是红的好。对呀、啊。那黑方肯定不愿意这么换。那黑方怎么走呢？他所以他就这么想的。他是一个先手。嗯。红方本来想争个先手吧，结果他就这么想的，他觉得你怎么换我都不错。但黑方不换，那你红方对这个有点炮呢？这个变成后手了，就麻烦了。退。那黑方支势准备走贴将车、嗯、啊。那么接下来红方走了过去二车，他这时候也没蹬，我想他赶紧把他赶走了算了。他蹬吧，他可能觉得这个炮平他哈，比如你一身一底线又嗯，你再捉吧，他一种回来这儿也行，还是有牵制。这个炮，那他这个地方你还是有机会的麻烦，把这个炮给困住，他下车二进一。他这步呢也可以，他的目的以后闪虚啊。哎，这个好，赶快，我赶紧摆脱这个牵制啊，这个躲开、嗯、啊，这个也是情理之中吧，嗯。然后黑方出车，他走这个车七平八，嗯，黑方这个地方下的比较实在，捉士了，对，捉士，这个也是胜负的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这种士你有士没处回，这个棋啊，红方又走了一个假棋，嗯，假棋之后呢，这个棋就无法挽回这个颓势了，嗯，红方最完全应该走平车保住，对，这个士不能动，学士怕双车啊，对对，这个棋一定得保住，对，这个士呢。正好黑方还吃炮，如果你走那我再回马吗？他可以再贴将，对啊，你这个也没棋。如果去了平六的话呢，正好也没有杀棋。我蹬了，杀一将，你杀将我补士，这很重要啊。红方要知士，你回士的话，我出将就绝杀了。对，你这儿出将呢，我可以回个底炮就给守住了。对，当然这样黑方也可以下，他可以把这兵都扫掉。但是毕竟红方多个，毕竟是多子吗？应该说问题大。对，你红方应该可以固守得住的，是吧？在实战当中呢，红方呢就把这个士弃掉了。这个棋是不能丢士的。他又产生这个错觉了。他产生什么错觉了呢？看错了这个地方。他刚觉得一蹬啊，他实战是退马蹬，那、嗯、人黑方肯定毫不客气把你士弃了，然后他炮八平二。他可能太看重这招棋。对，他觉得底线一沉江，我再平边炮，我也有棋了。实际上呢，这招棋呢，这个看似凶悍。实际上没有后续、嗯、对，其实他这招棋最主要的目的是他想回这个，对，这个炮扇退打，对，是黑方把它避开，然后他等于一招两用嘛，一个进炮将，一个是回炮打，他觉得两招必得其一，那这招得到了怎么样了呢？那就是底线将了，没用，本来也可以走得更近的， 对，可以走这个，他居了将下面也挺稳的，也是可以，他这么一补，我估计他这个棋啊，其实我觉得也看出来，这个再平你也杀不过人家，是啊，这个棋来不及、啊。那主要这个底下就有将啊，这个，你看啊，你一平，人家底线一将，你怎么弄？将怎么走呢？都对，没法弄啊，这个棋。你上的话，这中间一将，这人直接呛死，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。这不能吃，这个哪儿晕呢？一再并马，他就出将了，出将。对，这个棋。现在还有掐车，就或人家先不理你，他先出个将，你怎么弄？下面不劈死？是啊，是啊。所以说这个棋啊，这个炮来不及动静，死了这个棋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啊。嗯，就是说他底线这个将军其实没那么厉害，来不及了。这不是，底线将。这马上上不去。对，他一走，这个把底车给锁死了，然后他再车四平九这么一走，等于是、嗯、这个很实惠。对，等于是这个二路车炮没用。你车六平八捉双，这个炮还不敢走了，还只能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打双。打双，啊、他也没吃边兵，他冲个边卒。走的这个。也是很有意思的、啊、嗯，就是这个呢保就跟上一盘棋呢这个边兵保留一样，对 对保留这个边兵，对，我将来啊可以吃可以打回来、哎、还多了一个打，对，他这个我一旦这底线不行，本来就是黑方还有这么一个防御的、嗯、比如说平边，哎，这样黑方就可以打了，对，是，所以说就打这个，这边卒哈细致细微的地方见功夫，所以
下的都挺有意境的。对，这个挺那个自救精神。我们爱好者这个好笑话，没错，就是别俗了吧唧的就把它吃了，是吃了以后就没有打的机会了。对。这个呢，拱起来，这个是你的，怎么吃呢？消染用，根据需要，以后再说。把更多的变化留给自己。是。那现在他去八进四。这招棋反正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，没什么太大的用处。你看这个棋啊，等于是黑方就放手进攻了，对，等于少一个子，但是破了黑方双向一士。这个、到处吃的。这个棋红方很难守得住。吃了红方也很痛。嗯、对。啊后来等于车八进四又白走了，嗯啊，还有车八进一在手，等于红方，选择杀吧。这个对于这个进程上来看，双方时间都比较紧，对，走的这个招法呢，特别是红方的后面就不太考究了，下的就二平三，嗯，他怕九平八又一管，这应该说黑方呢，嗯、是没办法了，就对面这个局就逮住了。或者这样，红方呢，局试图补了一点攻势，实际上这个攻势也是虚假的，对，我们看啊。一吃一假、嗯、这个棋就是黑方胜势了已经啊，对，因为黑方早就拿下了 对, 对，那这个棋后来呢黑方呢走的还挺曲折，对，我们看啊是什么地方继续推，就是换了换了，就是十五金一吃宰了，十五金次吃了，就这个地方黑方啊这个地方处理肯定时间啊太紧了，嗯，要是非常简洁的话其实几步就赢了，对，就车一砍兵，嗯，这吃这么好呢，你只能拿这一棋，对，我只是吃了车，他只能走这个，你只能车了车要一下，嗯、要不是我不要了，对，我强行蹬你，嗯，啊，那你只能杀将吗？你杀我一出来，这边就有利用了，我这是解杀，踩马哈，解将还杀，你比如这个叫杀，我这边一将，哎，就一将，带将把你这扫了，我这然后回去一蹬马，这个棋马上速胜。应该说黑方要走出这个棋啊，那应该是很连贯的一个动作就获胜了，就杀下来了，但是可能黑方肯定觉得这个棋胜局已定了，就再说时间紧也不一定看得那么准，对，可能是时间太紧了，怕红方万一再出棋也犯不上的事，他可能你这是在这边哈，在这边他一杀士，就是杀兵呢就输胜了，他呢、嗯、他先捉了一下，嗯，人一平他要车八退四，对对对，他想呢就是对局，他这个思路也懂我一点吧，就是说对于最终的胜负呢、嗯、也起到决定性作用，对，就是什么思路呢，简化什么妙手啊什么连贯的招 我也没看见了，对，我就很实惠的就想办法给你对局，嗯，叫有局下无局，这个才能够了，把局一对了以后呢，黑方这个多足啊应该说是胜心定了，所以他这个所以拼命的不让他怕对不然对呢走这个、啊、他觉得急，这棋黑方可能连长又看不清了，他怕他这马小军计以后啊还有个灯中士、嗯啊、黑方走得更深，他直接把车退回去了，他可能就是想先冲这个，哎，先不让你出棋，是，哎，他那边兵也不管了，还扣住你，对，这个棋就下的，就当你进板的时候呢他也不理、嗯、就本来这个车要不在这里，不是红方还有马小军吗，他卡在这儿呢就是特别的安全，嗯，你马小军走到他可以白吃了，对，当红方一兵九进一的时候呢，黑方呢、嗯，啊，走了一个弃子，啊，在局部上呢处理的也非常好，局部处理的好手，他就弃了，你这个局让开了，这个中间就没棋了，对吧？他吃掉，抓这个机会呢，黑方反戈一马，杀棋。你进马的话，他追追进再走，他还是先手退局。本来黑方这个时候走卒五进一也行，追追进一呢你也不影响赢棋，嗯。你再回马他可以去四一吃了，这个士的丢过，所以说、嗯、黑方那个思路就是想跟你对局，闹得红方一点办法没有，再压住，对，再压住，反正这个尽管双方走的不够精确呢，但是黑方已经呢胜券在握了，红方这个棋确实没有棋了、啊、嗯，所以他一撞兵，黑方接受一吃，他先出个老将，这棋红方平一下他拱，他再平，你想我退棋有一次，哎，黑方呢这个中心小局有这个办法呢也挺损的，就是说我也不跟你拼了，我下步就赶快把局给退了，这个你是马炮没失相、嗯、根本就手无核弹，这句话叫独占的局，嗯，把你最有威力的这个局啊一对掉，嗯，你就没有棋了，你就看我了，一点都做不出来棋，所以黑方只是放心的破局，最后呢一将反正他一吃一吃，嗯，那么从时间关系我们不给大家细摆了，反正后来这个棋出不了，是黑方这就过兵就行了，这两个卒对你就看着他的冲嗯啊，冲到地方就赢了，就特别有局杀无局，嗯，红方没有这个事项了，根本无法防守，对，
所以后边也是经过了几个回合。主要是在中局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在黑方一炮换双将以后，这个红方呢在处理上呢，就防守上有一点欠妥。一个是知识呢，这个方向上可以考虑胜于那么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顽强的下法，应该G2平六把自己的士守住。对，G2平六保士。对，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两张方士丢以后，这个后防呢确实守不住了。对，没错。应该说这个西部赛呢也给很多的棋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交流的平台哈。这个啊，西部的比赛呢，也希望以后年年都有。嗯，好，感谢各位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，下周再见。好，朋友们再见。安踏永不止步特约播出，从无人问津。